閱讀係可以幫助我哋去了解我哋城市同埋了解我哋嘅文化。大家好，我係建築遊人啦。我認為咧，閱讀係可以幫助我哋去享受我哋嘅人生。今日咧，我好誠意推介咧，毛俊輝導演咧佢嘅毛俊輝嘅戲劇人生呢本書咧，係講咗佢一生關於嘅戲劇嗰個嘅關係。其實睇完呢本書之後咧，唔係淨係講緊佢自己嘅經歷，你會睇到一個人咧點樣由一個學生，佢有機會可以去到美國嗰留學，跟住之後嘗試到唔同嘅工作，但係有更加好嘅機會可以賺到更加多錢，或者有更加多嘅名利，佢願意去放棄，而係追求一樣咧佢熱愛嘅工作。睇完呢本書之後啦，啱啱我亦都可以有機會睇到毛導演咧佢所去指導嘅一個嘅現代嘅粵劇，佢嘗試將一啲西方嘅燈光啊、音效擺喺粵劇嘅創作裏面，嘗試將粵劇能夠現代化，可以係衷心去體現到咧呢一個人係有幾咁熱愛佢哋嘅工作。我誠意推介呢本書俾大家，希望大家喜歡。